是不是？姐姐，但是而且他这小弟弟不听话，是不是啊，大姐姐？他也不听话。不听话的不行，是你这小弟弟，他在老是在那里玩沙子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以后你，以后我这妈妈不给他买吃的，也不给他摘水果。好的。他不就不听话，我所以就不给他买吃的，摘水果时，摘水果，是不是？对。老郭他们是11:30跳舞是吧？啊。你管你这个弟弟叫弟弟听吗？啊、行，小弟弟。可是是你这小弟弟可不听话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的。但是以后你别跟我一起带着他一起去超市。嗯，不带他。是，让他一直在家里。笨孩子。有多大钱？这里就是咱们家的。对。一天都是咱们家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而且这是你这小弟弟不听话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不，你以后你跟我一起别带他去超市，好不好？好。嗯。小子。以后他姥姥来了。姥姥扶他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